今天是星期天，因为我经常用小红书然后查那个菜怎么做，然后那天我打开的时候就有给我推荐一个也是在丹麦的一个女孩，她发的推荐的一家中东超市，因为我也经常喜欢在中东超市买菜，因为中东超市的蔬菜品种非常丰富，而且像我这种非常爱香菜的人特别喜欢中东超市，因为它的香菜15块钱一大把，但是你在丹麦的超市就15块钱只有几根，太少了，满足不了我。然后我看那个女孩推荐的那家中东超市，就是有各种的很辣的辣椒、尖椒，然后还有香菜，然后各种蔬菜，所以我今天打算去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美得有点太可爱啦！这里面东西好多啊，但是就是有点乱。这附近还有另外一家的披萨，刚才那一家的琵琶很贵，因为超级喜欢吃琵琶，我很少吃的琵琶，这道琵琶还行，我们要买一些琵琶回去吃。这个琵琶不是太好的质量，比刚才那一家好，刚才那一家好坏，因为琵琶容易受伤了 baby。我们这里很不容易买不到，我们这里买不到，都是进口的，还有各种水果。哇，这家的 mango 3个10块。Oh my god， 这家感觉干净很多，而且很有个有灯。我更喜欢第二家中东超市，因为它东西更干净新鲜。推荐在哥本哈根的朋友可以来这一家，这家叫什么？伦敦。伦敦巴萨。刚买的琵琶，在车上先吃一点。那刚才把我酸到了。还有一点酸。还有一点那种涩的感觉，不知道怎么说涩。它是好吃吧的，真的很对，它就是有琵琶的味道，它其实不是那么酸，它有一点那种涩的感觉。你很涩，你才涩，你就是喜欢吃琵琶是吗？嗯，都是你的。我们买了这个6-7个，你不要吗？我不要，好不好吃？好吃啊。你白粉给多少钱？我还是想回国吃。那你不叫回国，我才叫回国。哦、oh, ，你说我想去老婆的回国内去吃的，我在吃 Long Place 的丹麦人。OK， 好啦，现在我们要去逛另外一个地方啦。我们又来买奶茶了，今天换了一家奶茶、Tea Time 也是我经常喝的一家奶茶店。它在市中心，我喝的是芋泥波波，我现在只喝芋泥波波。他还是喝的 Passion 的加苹果宝珠，他就喜欢喝 Passion 的味道。好喜欢芋泥啊。那现在我们要去买一个 China Box 当我们的下午餐，有点饿了，因为旁边有一家很火的 China Box， 因为 Toby 以前就在旁边这个学校哥本哈根商学院上学，所以他们以前就喜欢吃这一家。这家店装修过啊，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的牌子。小盒40，中盒50，大盒60。来了一个大份的 box，那就我刚才中东超市买的苏梅酱，哈哈，特别爽。我看到它我就想流口水了，因为我记得以前用这酸梅酱蘸那个鸡块特别爽，那可以蘸春卷。来开动吧。今天天气好好，蓝天白云。我现在在城市的医院外面，太晒了，因为我最近眼睛有点发炎不舒服，所以我预约了医生要来看一下眼睛。现在我在等托比，托比马上就到喽，他从公司过来，我从家里过来。哇，好舒服的太阳。杨梅，这是我在中超市订的，因为这段时间好像就是杨梅出来的时间，每一家中超市都在预订杨梅，然后价格就是180多人民币一盒，一斤的量。Pleas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打开。一小盒空运过来的杨梅哇！因为 Toby 很喜欢吃杨梅，
然后呢，这也是蛮大的一颗一颗的新鲜杨梅，所以就给它订了一盒，只有一点点，跟我手差不多大小的一小盒，好贵哦。哎呀，吃自己煮过的东西太不划算了，但是很爽，特别终于可以吃了，拿去洗吧，乖乖。现在我来试一下这个杨梅，选一个，没有酸哦。没有吗？那我的可能吃的是一个不好的。哪里在酸？哦，我刚刚刷牙了。哦。我就说 Toby 刚刚有刷牙，刷了牙之后真的不能吃水果，立马你得吃点其他东西再吃水果，因为你刷了牙吃水果真的会很涩。我超级怕酸，但是真的一点酸都没有，比我们买那个枇杷好多，那枇杷我是吃了一口我就不会再有第二口。好吃啊。那我等一会儿我再试一下。你吃完晚餐再吃呗，你不要现在。吃完饭了就要吃一个。对了，味道对了吗？这个味道就对了。天哪，所以天哪，所以不要吃水果之前刷牙好不好？晚餐后的甜品时间，公把杨梅吃完，现在我要吃冰淇淋啦，这是我最爱的冰淇淋品牌之一 Ben Jerry's， 然后这个味道呢是我最爱的味道之一 Birthday Cake， 它是 Vanilla 跟 Strawberry 的味道，非常好吃，打开它，刚取出来，所以它还很坚果，我家里现在囤了四个 Ben Jerry， 我们家里必须要有冰淇淋，不然我就不会快乐。上边一层看不出来它的馅儿，你要往里面挖。哟喂，你看，就那个 cake 的，还有草莓，baby 这味道好好吃哦。我喜欢它是因为这个牌子的冰淇淋牛奶味很正，然后它的里边的馅儿也非常的多。那这就是奶油下面的蛋糕，蛋糕底。你在吃冰淇淋吗？呀，我可以给你 share。嗨。哇，你看。不要给吗？还可以。是不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味道。你不要再给我。Why？ 我会胖死了。我就喜欢吃。你等你。30岁了以后你就会胖了。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冰淇淋，而且我每个星期都要吃。哎，我来了丹麦最喜欢吃海边的冰淇淋，每次去海边或者我们也会专门去海边，就是为了买那个 soft ice cream， 加巧克力在上面。加巧克力粉在上面，好好看。也有每次一到吃 soft ice cream 的时间就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代表夏天来喽。像这种冰淇淋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好冰哦！好开心。哈。800年没化过妆的我，今天化了一个妆，应该是说800年没有涂过粉底的我，今天涂了一个粉底，应该是有快一年了吧，真的没有涂过粉底了，皮肤养得太好了吧？啊。因为今天要录视频，可爱。接下来请欣赏我和公公婆婆的日常丹麦语对话聊天。一个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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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啊，一个女的脱发。啊，女的脱发。买个书。你在干嘛吧，兄？就服侍作业。啊，也不早，也挺困。啊？妈在等，现在还在做。伢还服侍多。伢退了。伢退了，等去外地去 Tobias。去 Tobias。门。Men, 我在了，很早给你一起跟进。Yeah，men to be as queen， 接了肯定是接 mine。Yeah， 接了我。So sad。接了我。Yeah， so sad。You know， Yaska， Leah， dance。Yeah。我陪你努力走了。Men。陪你努力走了。Yeah，men 一个接了 dance 接 mine。怎么样？从哪接的？Where are you? Yes, sir. Pyeongsum. Yeah, they are dancing. Where are you? Yeah, they are singing or something. Spill the clavier. Yeah, TV2. Yeah, but you can dance. I'm going to dance. Yeah?
可是，啥来？嗯。啥来？嗯。The money. Money. Yeah. Gracias. Can you hear? Can you see? No, I don't care. Papa, you can hear. Yeah, can hear. Yeah, I can hear. Yeah.You learn my desk, you learn my kinesis. Yeah. Yeah. 你好。Yeah. 你好。Yeah, yeah. My God.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Yeah. Yeah. It's so easy and difficult. To be a Jensen. To be a Jensen. Oh. Oh, okay. Too difficult. To be a Jensen. Yeah, I mean, yeah. Why are you so mad? Yeah.你好乖哦。你们住。塑料丹麦鱼的对话结束。婆婆给我摘了一枝花，花园的这个花树，每一年这个时候它开花了，它不是那种特别香的，但是就是你要靠近闻它，它就会很香。然后它刚才给我摘了一枝，嗯，它是属于那种成熟的，然后很淡雅的香。哇，这太阳晒的我。Baby, 你闻一下 ，come， 香吗 ？Yeah。今天是周天，我们刚刚去逛了商场，然后现在在中餐厅订了几个菜，今晚我们要吃。Yeah。在喝什么？在喝冰块吧。Yeah。给我们家的半个冰块。水就只有一点点。这声音好好的。看，要把它跟周末。时光，他全骑自行车出来，然后现在我们要去逛这个公园，因为我们订的中餐还要等半个小时才能去。今天天气好好啊，特别舒服。嗨，小东，我刚以为是个假的，站在那里，他怕我是吗？爸爸，我不会欺负你的。他好乖啊，胆子太大了。这是他的孩子吗？这条河好舒服啊。那里有一个 China style 的 building。好像是我们的国王以前，他觉得那个。他喜欢中国 style 的。哎。然后他修了一个。哎。他很有品味的。在他的。看这边，好多人在晒太阳，太乖了。嗯。嗯我让你吃那个，这个是奇迹吗？我们在中餐厅点了三个菜：口水鸡、火爆腰花，还有托比超级爱的梅菜扣肉，然后还配的有蝴蝶包，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番茄汤。嗯，你吃一下它这个口水鸡，我专门给他说了，给我加重味的。这鸡很好吃。真的吗？嗯。嗯嗯。嗯，一到周末就是不想做菜的时间，就要吃外面的。嗯，不就是没钱吗？脆脆的芹菜。嗯，我包一个这个蝴蝶包，然后加一些梅菜。梅菜。我以前在国内。我们每次吃那种宴席的时候，桌上基本上四川都会有这个梅菜扣肉，但我都不会吃，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它太肥了。
我真的，我第一次吃就是到丹麦来，上一次我们点了个梅菜扣肉，他要吃，而且我当时还舍不得给他点，因为梅菜扣肉挺贵的，要170多人民币，所以我当时在想 ，Oh my god， 我花170多人民币给你点个梅菜扣肉，我又不吃，因为他想吃，我就点了，然后回来我发现，哇，好好吃啊！这是你第一次吃吗？呀、yeah. ，我小的时候有踹，但我一吃那肥肉，我就不行了。那这是我第一次到丹麦，就上一次跟你一起点，那我们现在又点。那我比你还是中国人，在这一点。嗯，你本来就是，你是四川人。哈哈哈哈。嗯，好吃。嗯，是不是很需要这种热的汤？嗯嗯，好了，我们要吃饭了。我们俩在看《向往的生活》配饭，陈赫和那个叫什么李诞，真的是太懒了。他比你还懒啊！我还以为像我一样。那脸上那个窗帘的那个，好抠啊！因为那太阳太大，我们把那窗帘给拉着了。